少奶奶，恐怕要出事儿。怎么了？继续追捕去！继续滚出去！要徒步不要养狗！关帝继续追捕去！速去县衙调兵。是。韩南春，护着吴老爷和少奶奶先走。在此兴办洋务，乃是受朝廷重托，而机器织布已是大势所趋。你们在此如此行事，乃是倒行逆施。赵大人，我们就是为了活下去。你们的要求我已了然，不日则会给你们一个答复。现在，我命令你们就地解散，凡是立刻离去者，既往不咎；若是留下生事，立刻逮捕法办。各位乡邻，我是陕西机器织布局的会办。你们刚才说的生计问题，其实我们早有考虑。什么？等我们这儿看。谁敢？你们谁敢？你干什么？都住手！都住手！住手！少奶奶，快走！说！哎，少奶奶，快走吧！干什么？你们打到了我？干什么？奶奶，别打了。听我说，别打了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坐一下，快带他去找大夫。是大人。夫人，我们这次损失惨重。夫人。